来自日本长崎县伊奇岛，海味满满的牡蛎。这牡蛎詹姆斯会怎么做呢？现在做一个鸡尾酒酱 cocktail sauce， 炸牡蛎，炸了之后会崩，蜜水在里面，伏特加酒，冰的耶，哇！酥炸牡蛎佐伏特加生蚝酒，鲜奶油补强鲜度，不可以高温下锅，紫苏的味道更加分。锅贴牡蛎佐干煎豆腐，完成。西瓜、挑姜、米酒，好香哦！这个组合先别看，从来没看过。哇！牡蛎客饭，看谁打的。随堂考选边站，洪都拉斯不服输，花招进出来拉票。上节目你要知道怎么样做效果，你在过去的话就不好看啊。我看过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做节目的时候你在想办法，自己知道做节目的谁说你就拉谁。来来来，温暖温暖温暖。哎，不错哦，这个是全是好啊，哎呦。真背耶！节目播出以来没有一跟二，没有这种连的，笑死了！我们不要发生那么可笑的事情。左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哦 ，C C。要好到哪里去吗？你学来了。虎秀逼波为了两位领袖，究竟谁能吃到最后，笑到最后嘞？准时在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没错，晚安。非常感谢你们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五星级料理。今天的食材来自日本，是海味满满的牡蛎。牡蛎，今天的这个食材啊，待会我们透过专门的介绍，让大家知道它有多感人。欢迎，今天有三位好口福的朋友，欢迎洪都拉斯、黄浩平、杨尚云，欢迎三位，欢迎三位。欢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龙门涉外排行榜第二名的朋友，在前面，待会我们当意见领袖。重点是我们也没有同意，就把我们贴上去了，就是一般的贴标签呐，贴标签，就是没有同意就把它贴上去，这样子。这两个宣传的来当意见领袖，哎，可以哦，他也蛮聪明的，他能乱贴，他不会可以拿来乱贴别人的。问题是你可以做主张吗？制作人在这边呢，不要逼我，你会做。不要逼我换制作人，不是？哦，这是我今天最有干词的说法。成熟一点，今天有两个作品，是啊，一个是都是用声音，但一个说的，一个唱，是来唱的先来，好不好？杨尚宇，好，我要先送那个专辑给晨晨哥。哇，谢谢谢谢。她是美丽女孩，然后为什么叫美丽女孩呢？为什么呢？开始自己解释。又美又有力，对不对？那力是因为我曾经就是最胖的时候胖到108公斤。哇，那现在几公斤？现在62。哦，是健康瘦。是健康的，是因为我告白失败，然后就觉得我一定要瘦给你看，然后就去很努力的减肥。从那件事情过后，我就知道。美不能是别人给你动力，你要有自己要有自己的力量。对啊，对自己负责。你终于想通了，那这里面就是你的歌吗？还是？对，这是我的两首歌。你自己写的吗？然后都是我自己写，一首叫《美丽女孩》，对，然后一首是《紫星星》，然后一首是快歌，一首是慢歌。你说的比唱的好听是吧？哦，对，我的秀啦，就是我的《咆哮秀之年年有余》。其实我自己在做的是美式脱口秀的表演，然后已经做7年了，这是我的第3档。做7年了，就是我的名字有一个豪字嘛，然后就做了一个豪笑秀，然后在 YouTube 频道上，前阵子有一个影片，就是关于性教育的段子，让我看过。哦哇，网络上面突然爆传，然后30几万的点阅率突然冲上去，终于被大家看见。美式脱口秀这部分，这个秀的话，因为很多人想说，没有人认识说美式脱口秀到底是什么，他就一个人在台上讲 stand up comedy 这样子，所以60分钟只有我一个人。全程演出场地时间是被演出场地的话，其实时间的话就5月17到19在台北的卡米迪喜剧基地，台中场的话在5月24、25的来福好事。那场地大小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，像是那种酒吧拿卡西那种场地的感觉，给大家更多的支持，感谢动力啦。其实不只是支持我，也要大家多支持脱口秀这一个艺术，因为在台湾其实是比较冷门的东西。那愿意做的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愚公，他们很希望能够把这东西给推广。这个愚公还有娱乐的娱在里面，他们希望娱乐大众。你们唱的说的比唱好，跟我唱的好听的，都很有功劳。谢谢，加两位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还为艺术牺牲。忙进超短时间课在，欢迎秋宝郎师傅，来自日本长崎县伊奇岛啊，这个地方的。看到没有，这么漂漂亮亮的哦，饱满挺拔的生蚝，生蚝哟啊，生吃哇！
它是在中日韩的交界海域，当地这个地方拥有丰富的海洋矿物质，同时呢还有来自于京都鸭川所带来的山地的矿物质，矿物质非常含量非常丰富，哇，形成了呢非常有利于牡蛎生长的环境，哇，也就是说它有山的矿物质跟海的矿物质，满满的矿物质，所以呢它不仅它有浓郁的海味，再加上当地的寒暖流交界之处波涛汹涌的这个水流，造成呢它的口感非常的弹牙。好，菜名叫做牡蛎客饭，牡蛎客饭，牡蛎客饭，类似日式盖饭的一个做法，把它盖上去，哦，是盖饭的概念。对，然后我也用那个客家的那种黄豆酱啊，还有地瓜饭啊，还有椒。对，五分钟。是，好来，这个生食等级的，那是有生食条，对啊，现在要炸它哦，用煎，用煎，用煎，了解，因为它很鲜，先把水吸干，还是要把水吸干，对。薄薄的粉，尚云会做菜吗？尚云不会，我现在这个是，我们就干煎，干煎，对，它不放油，有，裹的是什么样的？时间已经过了一分钟了，面粉，盐巴，一点盐巴，哎呦，把它稍微微煎就好了，因为它很鲜，它是活的，哦，它是活的，对，这样就可以起来了，好，来，不能太熟，是不是？它有生食，我先，它这个做酱就可以生食，哦，但是要多一个香气跟口感。哦，我是地瓜吗？地瓜，对。哦，啊，不然，对。幸好你不是说那是马铃薯。他说是香蕉，我就打他。对，姜、蒜跟姜，姜，还有我们的黄豆酱，黄豆酱，黄豆酱，这家话叫 Tail 姜 ，Tail 姜，好快就熟了，现在就干掉。啤酒，好香哦。来点酱油。好的。好的，一问一下，来一点糖，味道出来了，很小哦 ，OK 吗？对，有味道，然后要一点水。哇，这个番薯饭一定很好。对，光这个就可以吃超级碗。盐巴、香油，哇，我这带就亮亮的，亮晶晶。香油加，然后白胡椒粉，我就，哦，砂锅，砂锅，勾芡了。它在摄氏六十五度以上就开始糊化，就开始有浓度出来了。勾勾的感觉。不小心太稠，太稠，加点水。太稀，再勾一下。它一个不断的播报自己的发生的状况，现场实况转。最后一分钟倒数。厨艺台主播想不到刚好。好灵巧。活泼了。对啊，厨个菜可以瘦好几公斤呢。就这样子啊！我们家又没有嘞。某是锅啊，哎，某是锅。陶米是陶米是。哦，这个下去。哇！天哪，不是盖的。我还蛮饿的，还没吃。不见得能吃哦，要玩游戏。哦，完成了吗？啊，完成。牡蛎客饭完成，客饭耶！我们最近食材都买的特别好，真的有赚一点钱。有。牡蛎客饭，来。看谁答对了。好，几位，牡蛎客饭的型男隋唐考，请出题。题目是：丹麦海岸出现了3300公吨的新鲜生蚝，造成生态危机。丹麦政府为了解决此问题，既然 A 邀请中国游客来丹麦吃生蚝吃到饱 ，B 海中施打激素让生蚝失去生殖力。啊，我们猜拳，赢人决定答案。哦，来吧，解答说不不。哎呀，糟糕了！邀请中国游客来丹麦生蚝吃到饱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有点有趣。应该会想要选 A 呀，选 A 要有很大的勇气。你不要一直碎碎念好不好？人家选不要影响人家，不是他思考他的嘛？你不晓得节目就是要这样做吗？我懂。人家在选的时候，你要一直在讲话补一点，补一点。海中施打激素，不可能，因为其他的动物也会被失去生殖力啊。要给天公伯来做主啊，用宝贝的。哦 ，A。哎呀，我也不想选这个，好吧，就 A 吧。不会选 A 啦。哦，你本来就要选 B 的。我本来就要选 B 的。哎呦，可是我说这个激素又会随着洋流会飘走，它会影响到其他的生态了，反而造成另外一个污染了。可是因为生蚝毕竟跟鱼是不一样的啊。生蚝。哦，你是说它那个？你跟生蚝很熟吗？激素是否生蚝？对对对对对。比方说人有人的那个疫苗，动物有动物的疫苗，它是不会。
哦，像就像非洲猪瘟的那个疫苗，对对对对，我就让你不会得非洲猪瘟的道理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他也是只能说对。三位中间选民，请选择。我是 B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上节目，你要知道节目的一个 tempo。难怪人家跟你讲说，为什么你一直通告不多？你要知道怎么样做效果。你在过去的话就不好看啊。不是洪哥，而且演艺圈你是第一个模仿叶教授的人，他怎么样都不能过去那边。洪哥，这是一种伦理。洪哥，是你亲口告诉过我，不要再模仿叶教授，走出自己的路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上节目要知道你的节目效果怎么做的。我们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强拉民女。洪哥，洪哥，洪哥来了。真的、啊，好，他让自己大家无聊，不要理他，来啊，随便随便，你有什么选这边？我跟你说，我看过这个。我跟你讲，做节目的时候你不能看错，你要想办法，他自己知道做节目的谁说你就拉谁。我以为一直拉我。我懂，来欢迎讲话。因为陈哥选什么，我就拉。进入演艺圈的话，你要融入一些具有一些相关能力的艺人，像陶平就不能过去拉，因为他走脱口秀的。那我们像我有戏剧也邀约，对不对？我有的时候还会帮你。我们可以听起来好像诈骗集团的那种经纪公司，然后等一下开始拍两万块的 model 卡。因为你第一次，谁让你知道？谁让我知道现在你要干嘛吗？不是，我是希望他靠我这一边呐、啊。来，你选哪边？选没有了，我真的选 A 啦。选 A 啊、哦？对啊。答案是 A。漂亮。是。丹麦政府为了解决此问题，主动的请喜欢吃生蚝的中国游客到丹麦来一趟美食之旅。丹麦驻华大使。大力邀请中国游客去丹麦吃生蚝，真的哦，3300，哇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吃啊？这个满满的，沿岸都是哎，来，怎么这样？你先选柱子，柱子来，然后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 ？A 到 M， 左边右边？左边哦，又有机会哦。那我们就拿不到面了，对，选个4号好不好 ？A 五号来，5号。恭喜你们有半面，不用看啦，你一定是这个真杯耶，随便选了3杯，恭喜这边得到半面一个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来分奖品，太棒了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怎样？我现在是输了，你要喝奶啊？来，这个节目不用做效果，老天爷自有安排。对，没错，真的。我刚才那个什么都会丢 A， 那拿 B 我也拿 B 啊，各位。不能寄吗？不行，寄会过期吧？寄一杯，牛奶还是会过期。好，开始了，来，嘴巴里面一定很好鲜哦。我要减肥，我可以分你吃，你要吗？不行。游戏有游戏的规则，我要靠我自己。但味道很有层次，就像洪哥刚刚讲的地瓜，然后还有咸的部分，对，甜咸的感觉。混在一起，对。然后本身其实它味道不会太重，所以你真的吃一整碗，我觉得负担是不会太大。充满了黄豆酱香气的地瓜饭，嗯，好吃。因为这个组合是你没看过的，从来没看过，嗯，羡慕。五星级今天的日本牡蛎料理，郑重欢迎阿基师詹姆斯。日本牡蛎，詹姆斯会怎么做呢？詹姆斯，我今天做的是酥炸牡蛎搭鸡尾酒生蚝酒，伏特加生蚝酒。你要用八嘎来调，用八嘎。我现在做一个鸡尾酒酱，鸡尾酒酱，对 ，cocktail sauce。cocktail sauce 的特色是什么？它其实跟 salsa 很像，那唯独它比较不一样是它的里面我会放一点 tabasco， 跟放一点点的大蒜会比较足一点，然后放一点番茄酱，对，要把它弄得很像泥，没有到泥，细小丁。所以你会有伏特加酒吗？今天有包的，现在是冰在冷冻里，哇，变得冷冻。哇，真的哦，我可以带着回来吗？去。阿基是做什么来着？好的。阿基师好。哎，你好，陈哥，两位。你今天带来的菜名叫什么？锅贴牡蛎佐煎蛋豆腐。锅贴牡蛎。嗯。啊？是我们知道。贴着锅子煎。哦。哦，牡蛎贴锅。鲜奶。是。啊，你每一条拢爱给它淋一点嘛。哦。这个功用目的是补强它的一个鲜度。哎呦。哦，以碎的水人是碎的藕包哦，它味道不会。萎缩了，它有藕包哦，对，是有偶像包，对，那这边用的是中筋面粉，啊，你两米吼，两米加落去煎的话，吼，好，另外一边，我这边呢，现在就煎这个蛋豆腐，这个蛋豆腐已经有味道，待会怎么跟它的牡蛎的鲜气结合 ？OK， 好，我也是煎好了以后，这边抹 wasabi， 哦，抹 wasabi。
紫苏叶贴上来，这个煎好了以后贴在紫苏叶上面。哦，那这个最上头就淋这个酸奶粉。哎，对，酸奶粉跟葱姜，嗯，用咸味去提味，但是我这也不能够下盐巴，不能，哎，它会缩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豆腐来搭配的时候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最主要呢，它整个熟成以后，豆腐的质感跟它不会有太大的落差。阿杰师，我可以带着再回来吗？啊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样子有试吃。这么好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来，我们做快，好，哦，弄好了，哦，然后这个酱里面，加了番茄丁、洋葱丁，然后还有蒜末，塔巴斯果番茄酱，塔巴斯果番茄酱，就这样，对，加，哎，有加咸的，有咸的调味吗？还有那个哦，放凤梨啊，番茄酱，哇，有另外加盐巴吧？不用不用，因为番茄酱不咸，加分加分，这已经是番茄酱有咸了，嗯，对，哇，我们要试吃这个凤梨来酱，请。好的，纽西兰有名男子在餐厅吃饭时做了一件事情，进而登上了报纸版面，因为他们竟然，哎，把求婚戒指藏在牡蛎中，却被女朋友吃下肚。B 品尝牡蛎大餐，却吃到十颗的珍珠。剪刀石头布，又输了，红哥，我想很久哎，我也想选你这边啊，真的不会赢哎，那你就不管怎么样都选我这边就好了，你的决定很容易耶，那你就来我这边就好了，你要选到对的那个选项，我才能够选你这边啊，那你还是太为自己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要跟我同进退才可以啊，吃到珍珠，吃牡蛎大餐吃到十个珍珠的确难得，很难，可是相当难，但是那个东西是去一个趣味的一个地方新闻，求婚的浪漫变成了一个最后爆笑的结果，很容易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我选 A， 中间选民请选择。哇，我选红哥，我怕没有人选他。我也是选红哥，想不到，空虚寂寞觉得冷，比一时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说藏在牡蛎里面，我就至少不会放在牡蛎，你要么放在甜点，要么放在什么东西，你放在牡蛎里面。那拿出来带上去咸咸的味道，你就带了半年那个味道都去不掉，所以我觉得说那对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，你不会把你瞬间应该是跟浪漫说的很对，对，好了，可是十颗是真的蛮难的，恭喜你们好不好？我错了好不好？我肤浅，对，答案是好，这位答案是 B。纽西兰一名男子在餐厅吃饭时，意外的一颗牡蛎中发现了十颗珍珠，让他直呼不可思议。这颗奇特的珍珠呢，也受到媒体的注意，登上报纸版面。哦，好像舍利子哦，有点牙结石的感觉。真的，哎，赶快我们来吃，先生，色龙门干嘛？我拿给你了。我们先射龙门哈，来 ，A 到 M。我们不要发生那么可笑的事情。好，也不一定。节目播出以来没有一跟二，没有这种连的，笑死人。这个节目射龙门都会发生的，真的。M， 我想要 L， 左边右边右边。是的，那 Q 就尴尬了 ，Q 就厉害了 ，Q 就厉害了。C， 左边。啊！要好到哪里去吗？被邪门了，至少没有五杯啦。F， 不会真的是吧？不可能 ，Q 吗？不可能是啊，合理，三杯，敬你。很久没有敬你，对，一口干，你像我们喝这个，一口下，经过喉咙，就会说，这样可以记吗？可以记。哎，那我们吃。我们吃。气势。哇咧咧。来。他还猜赢，他还猜输哎。猜赢的人，他猜输的几率不高哎。一口下去哈。哇，这个那这样应该要。哇，辣。很辣吗？有一点点。哦，好多种味道。嗯。好。辣。辣。它为什么会辣？但是凤梨。Tabasco。凤梨马上下去之后，那个味道出来就把辣稍微抵消掉一点点。哦。重点是开胃。好吃哦，又辣又酸又甜。哦，好吃哦。哇，这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我现在做粉。哦，做它的粉浆。我今天用面粉跟糯米粉，然后放一点发粉，然后啤酒跟蛋进来。哇塞。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橄榄油进来。啊，还要加橄榄油？它会比较脆。脆啊。粉也会比较。
你刚刚说加啤酒不就为了让它脆，然后加这个也要让它脆？对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程度。哦哦，带丝的，带丝的样。那我们到隔壁去，阿基师有试吃了。好，来这边请。泡了这个鲜奶油的哈，沾这个中筋粉，不可以高温下锅，不可以高温下锅。啊，我这边没开火。真好，真的。就油的余温吧。对对。来，我们吃个干煎的锅塌豆腐。哇，好哎。好，它是蛋豆，调味调它有咸，葱姜的油酱，还有混了姜跟葱在里面。最后一次试吃喽，好，题目是寿司是日本代表性的饮食。根据历史记载了，寿司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当时的日本人把鱼跟米饭放在一起，竟然是因为 A 战乱时期跑路了。保命的时候好携带 ，B 粮食缺乏，省吃俭用好保存。A 或 B， 省吃俭用还会吃到鱼哦，哦，那鱼其实不是很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准备。对啊，剪刀手，再输给你。嗨，赢了。我赢了。B， 粮食缺乏，省吃俭用好保存，对吧？肚子坏掉怎么再跑路啊？中间选民请选择。对对对对。没有，我觉得说不定答案不会这么简单啊，他可能有点套路。我之前看《樱桃小丸子》的时候，我以为你看新闻。对，你看全是看樱桃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看一些日本的卡通，其实很久以前他们都会把一些时代的东西放进去。嗯。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做一个那个饭团，可是他是做三角形的，然后把鱼跟饭这样包在一起，就是说这样子比较好保存。对，所以我是联想到那一个，我想寿司跟三角饭团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阿基师，答案是恭喜答对了，耶！在8世纪的时候呢，当时粮食缺乏的日本人，他会把腌制好的鱼肉呢保存在米饭当中，以防止鱼肉腐败变质，而且不会吃米饭而只吃鱼肉。到后期日本喜爱这个吃米饭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改变了当时的饮食习惯，成为现在大家熟悉的寿司形式。正确答案是 B。 喝牛奶了，一人选一张吧。好，对，他们两个人先选 A 到 M， 用说的就可以了。我要 J， 你要 J， 左边右边？左边，左边。哦，中间直，中间要选个9就好了。 C 吧， C， C 又是 C。哇，陈俊，你今天的对啊，跟他那一把一样哎，就那一个，可以去买乐透。七耶，七耶，你是我是，你用没有，他就选哪张？不可能啊。哦，果不其然，我不会哦，5杯。来看陈哥最大气，来一次吃5杯来。你最大气了，来，哇，你看眉头都不皱一下，要不要把2杯喝下去？没关系，慢一起干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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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我们可以试吃了，哎，试吃，来，没有你的份，你要去哪里？来，前面，他又还会跳哎，一起玩哦，这个，可惜，来，我们三个，就我们三个而已啊，6还有，他们等下做好，我们也不一定吃得到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一样这样打，哇，好香哦。感觉豆腐本身味道是我在试吃的阵容当中，他好像是小孩子在旁边看，但没点心。哦，混出这个酱的咸度很够哎，咸度很够，嗯，而且有另外加盐吗？有放一点，有。因为豆腐本身的味道它是可能比较单一的，可是加上这个酱，很大块，吃下很大块都没问题。好，对面那个厨师谁收？好，我来。那这里除了也不能多。过多了也不好，抢味道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们只希望说，东西在调味的时候，主材料跟提味的主味道呢，能够交互辉映啊啊！那我现在这个搁上头，对，尤其这个紫苏的味道就又更加分，对对。陈哥，我还记得我最早第一次来录《型男大主厨》，那时候还是个观众的时候，我得到的问题就是，到底生鱼片搭配？白萝卜还是山葵是用来消毒的，然后后来答案是白萝卜丝，我永远都记得这一题，大概有10年，快7、8年以前的内容了。哇！就是那一题让我得到那一次圣诞大餐。哇！你们可能都还没有来上班哦。对，真的真的。哇，你是乱猜的吗？对，你对我的质疑是10年如一日，没有错的，是乱猜的没错。
你对我的质疑是十年如一日。哦，有这个酱，你刚刚觉得很屌的，对，像紫苏叶的一个催化效果哦，哇，爆浆，这叫锅贴牡蛎佐干煎豆腐完成，谢谢，谢谢，这样的呈现就很漂亮。来，詹姆斯组装，这边请。好。哇，也要好的，这是要干嘛？炸牡蛎，炸牡蛎。哦，油温好高哦。你好厉害，你没有看你就知道。因为它一直在冒烟啊。哦，你进步很多哎，神速。哦，哇。要把牡蛎锁在里面哦。这个粉就是像那个英国那个 fish and chips 的粉是一样 ，fish and chips， 对，所以它会炸了之后它会蓬，所以他们也是有加啤酒，有，哦，那边已经弄好了，是吧？酒还没倒下去，那酒可以给我喽，冰的耶，哇，这酒拿出来就很有诚意耶，哦，哇，那个点火会倒，对不对？不会的，这种不会。点火是用什么均度陈酒，然后淋上去点一下。这个也可以，但是因为它冷冻过了。吃了之后再喝掉那个酒，还是用沾的？哦。吃的时候再把它喝掉。啊，不能先喝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我操！他我也未必会答对啊。其实你可以一直跟着我。你刚才现在突然那个毛，你要搞清楚，刚刚是我，刚刚你会吃到是因为我猜输，我猜输了，要不然你就知道答案。当然，好吧，这是生命。苏炸牡蛎佐伏特加生蚝酒。耶！啊，今天我们的朋友相当的有口福，我相信今天会睡得非常的好。哇，可以确定吗？没有吃到牡蛎的，记得给我们借两杯巴嘎来喝一下。回去比较不会胡思乱想。借酒浇愁。各位，请上桌。来，准备吃成品了。先吃阿基斯的这一道，好不好？锅贴牡蛎佐干煎豆腐，请出题。题目是：在日本要去高级的寿司店享用寿司的时候，需要注重相当多的礼仪。下列何者行为呢会让寿司的师傅生气？寿司都沾芥末。B 只吃同一种口味的寿司。A 或 B。剪刀石头布，有说布。我啊，这题故意放弃，这题太难。猜拳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的，这题很难呐，真的好难，这题很难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选啊，好算了算了 ，B 吧，好算了，因为说真的假的，我他说 A 啊，算了，我选 A 好了啊，我也不知道答案。你为什么这么随便？而且你宝贝说一点都不虔诚呀，随便随便选，他在上面会骂。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因为他知道我要选什么，是吗？哦，他选的是你心里想要的。对对。好讨厌哦！我跟你讲，这一题哦，你要问豪平，他在日本待过很久，他已经知道答案。我只有推论呐。但是我可以跟着 A， 我可以跟着他走，因为你不能走，我可以跟着他走，我不一定要当领袖，你只能跟着自己走，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。哎呦，哎呦，讲出这句 A 啦，一定是 A， 因为有一些寿司它就不能沾，对，它就只有一些漂亮的酱油抹上去就厉害了。这样讲我就对了，请选择中间选民，这是 A 啊。哦，这样子举吗？不行啊，不能这样子，你们都过来了。对啊，确定哦。对，一样的说法，没有别的。因为我看过，就是我跟外国朋友一起在日本的寿司店吃，然后他们都会放那种一大堆芥末，尤其是那种美国人啊、德国人，他们都放超多芥末配着吃。然后那师傅就有念过他，说不行，那芥末只是提味而已，你不能用那种东西把寿司原本的味道给盖过去。所以他讲话就不老实。他刚刚说他是用推论的，他是直接看到的。你看，讲说你是推论的，不是，我根本就是有看到过这样子，还在给我哈拉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答案，那一定是啊。好啦，喝奶，喝奶，喝奶。不要，讨厌，不要这样。答案是正确答案 A。耶！日本的寿司师傅呢，他会依照海鲜的口感决定是否。适合放入芥末。若师傅在寿司中没有主动放芥末的话，代表依照师傅的专业角度认为这个寿司不适合与芥末一起食用。
如果执意添加芥末，可是会惹寿司师傅生气的哦。正确答案谁？换你来，来来来，真是来。哎，我看你一个乐舞队。划锅子，划锅子。G G， 左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哎，中间值。关门。J， 哎 J， 送个六，送个六看看吧。J， J， 真的 J。哇！哇！论据很宽哎，很宽啊。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已经把三杯关掉了。对，我觉得不是最惨，天堂跟地狱。来，请选择，选一个穿衣服的来看一下。看我干嘛？因为他对有 J 就有 J 啊，他说的算吗？算啊，当然算啊。我们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什么感觉？讲一下，你先讲，他说的算，先讲来，他说了算。OK， 好来 ，F F 过来了，先拆开。哇！看到没有？生命当中就是需要这种朋友。来来来。所以代表宏哥，你今天自己选的都没有中。对，你本来想选哪一个？我本来想要 A 五 ，A 五是吗？也是 F 吗 ？F， 对，我本来想也是 F。哦，我本来想选 F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吃喽。好的。上面是倒水个高楼的瓦根哈，龟水安尼。哎，丢丢丢丢丢丢丢，倒车入库。这个是辣椒吗？红椒啦。哦，好，那红椒。这个不会啦。对啊，那红椒不会啦。谢谢阿吉斯。牡蛎的海味又整个渲染开，所以就因为觉得真的整口都在吃。我吃到瓦萨比，对，红哥你没吃到这个很可惜耶，这样好吃耶。紫苏好讨喜哦，这个味道。对，它介入这当中。行囊，但是牡蛎好吃，好甜哦。哦，就是刚有奶泡过，超好吃的，奶奶的，真的奶奶的，味道奶奶的。吃啊，再不吃怎么说？嗯，这样非常有创意的做法。如果说一次。紫苏叶来做区分的话，紫苏叶往上吃起来的味道是有点日本料理啊，对，而且是一般是干煎过、烧铁过的日本料理。那加了蛋豆腐之后，就转而变成一点日中结合。那嘴巴的蛋豆腐呢，把它拉回从日本拉回了台湾，真的很棒啊！立足台湾，放眼全世界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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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好一个短小精干的做法。接下来喝酒喽！耶！詹姆士苏打牡蛎佐福的家，哇哦，请出题。好的，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，研究发现日本人长寿的原因竟然是 ：A. 三餐爱吃生冷的食物 ；B. 四季都吃热乎乎的拉面。我想要先讲一件事，什么？因为真的宏哥。他刚刚前面讲了一件事，说我是模仿他出道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跟他一起录影，我没有跟他的脚步一次的话，我觉得说不过去。他睡觉一次了，对啊。对啊，你刚刚有过一次吗？然后就输了。那是因为他赢的，他才跟着。赢的吗？对，赢的有吃到。因为我觉得他这一回合应该是不会中，所以跟他一起受苦，我觉得是一个弟子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有，所以呢，所以等一下，不管你选哪一边，我都跟你。真的哈？真的假的？哇，好感人哦，好感人。来一杯。起来说不，哎哇！因为吃热的容易长寿，这个我倒不晓得。可是我要听过看过这个，看过这样的文章报道，他们通常都吃的比较简单，而且常温的。嗯，而且日本的女生连生理期来都喝冰水，对对。所以我觉得她连寒流都穿短裙，他们的便当也都是冷的。嗯啊，所以他们真的很不怕冷哦。哎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硬要我在这个时候讲一句话，因为我真的知道答案，因为我真的在电视上看过。你只要说的是谢谢就好。但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。我知道他知道答案，所以你过去没关系，你就让我吃。真的，不要这样子，真的不要这样子。你们家缺那么多东西，这样子的话，对啊，你们家又缺面又缺锅子。那这样，那我过去了。他这么容易辩解，刚才先声明什么？对呀，没有，真的很容易。我跟宏哥在一起，真的 OK 的 ，OK。答案是好，正确答案是 A， 对吗？其实出题比较简单，这个太简单了。请说明，日本的平均寿命已达到83.7岁，已经连续22年保持全球第一。哇！原因之一哦，不是只有全部，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饮食多生食。生食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充分保证食物的营养，不会在加热过程中被破坏。你们两个，我们一起，两个叶教授，一个是的，真的是没有错，是的，说得好，他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三五七二四六五十六一三五七，毕竟他能够了解得到。
对呀、啊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选一个。哎，童哥，你选一张。对，两红色，我有同一个病房的病友。他一人一句啊，在讲。童哥，我先选一张啊，你选一张。我们先选一个，你要什么？我先选 B 好了。B 啊，左边那边。左边。左边。哇、哦！忘了，确定三杯跟你无关，啊、天堂跟地狱啊，对哦，这一张至少一杯。哎，哎呀，我想要。哎呀，哎呢？哎，我们一个选 B 跟 I， 那、啊、我们就 B I 了。B I 啊！不要这么联想，蹙眉头，这个会变成你脱口秀的主题吗？有可能哦，这个选一个 B I 啊。毛病，有点紧张，紧张。哇！九十、七十二，这边四张，这边有七张，你们喝五杯的几率极高。他是啦，他说他都这样子啊，那把所有的压力给他。哦、那我来选啊。对啊，选一个 H 嘛，好 B I 嘛，来看。好 B I，H 还是好。哎呀！干杯！耶！生命中就是需要这种朋友来陪伴，好不好？就不然你啊，那一杯我们就。好吧，交杯交杯，这还能交杯？要怎么交？嗯，谢谢朋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，演艺圈。好来，这种画面不多了。这位，怎么吃？我们先拿着牙签吃生蚝，然后再把柠檬挤到生蚝酒里面，然后牙签可以把它拌匀，一次喝下去。哇，这根牙签这么好用？当然，真的耶。当搅拌器用。我们要先各拿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就先拿一个。这个没有酱就直接吃。再直接吃，或是你要加也可以，其实它直接吃。嗯。哎呦，安吉斯，嗯，好吃的，哦，嗯，好吃好吃，搅一搅，耶，然后它就一口下去这样，哦，不要考虑，豪迈一点，来，豪迈一点，豪迈一点，哇，它真的是囧哎，一口，你要把鸡尾酒也放进去，因为吃那个酱比较呛一点哦，好强哦。哦哦，好辣，这很烈，这很烈哦。你啊啊，你脸马上就红了耶！赶快拿，我就是我粉丝啊，我没骗人啊，我全身都热起来耶。吃辣会瘦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多吃一点，对，要不然代谢变快。那我再带回家，先不要，想外带，为了瘦，信哦。好鲜哦，就是没错，是很鲜哦，尤其巧的是鲜中带鲜啊。这个烧沙司寿司嘞，它本身提味的就提得很到位，那么整个味道的结合的时候呢，让你在享受这个美食呢，完全忘掉了一切烦恼，因为好本身跟它结合就是一个好样的。那那个詹姆斯老师呢，他刚刚调的这个粉糊，我在那边隐隐听到了，这个跟那个结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，棒哦，嗯，真的没得挑剔，真的很蓬松，是哈，对对对。尤其蓬松当中，这个皮是带 Q 的，不会让你感觉好像没有发胀，吃一团的那个什么蛮油油的感觉，会影响到里面的生蚝的味道。超级，所以我刚刚一口下去哦，我两个眼睛就瞪大了，味道都没走掉。我听到你哦，很大，用力，掌声鼓励。谢谢詹姆斯，回去回去回去，太精彩了，来，四龙们。射过了，射过了，要喝几杯？醉了，醉了，一杯就醉，酒量不是很好。我会醉，看起来很清醒。拜托，来，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专辑？不是，专辑是他。我宣传你的专辑。那个美丽女孩，然后在3月25号已经全球数位发行的了。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当个有正面能量的美丽女孩，然后不要用外表去评价世人，就是用心。心美才是真正的美哦，对，不要忘记你曾经负面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我走过来了，也要想现在这些负面的人也可以听我的歌就可以正面起来，嗯，哇，他负面的至少10年以上还能够这样子慢慢找到对的方向，很好啊，谢谢阿健，10年，来，再来吃了生蚝笑嘻嘻，一起来看我的豪笑秀之年年有余啦。5月17到19在台北，还有5月24到25在台中。之后呢，如果有任何加演讯息，请记得关注我的 Facebook 跟 IG， 就会告诉大家真正美式的脱口秀是什么样的。非常精彩，对，他已经耕耘了7年了，哎，啊，这个愚公移山也不过如此，对，继续加油，谢谢，是吧？这个愚人绝对是娱乐大家最好的人。谢谢，毛病加油，好的，加油，还有尚颖加油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谢谢三位，谢谢，大家上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叔》，祝福
所有吃到健康生蚝的朋友，今天都辛苦。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谢谢。中西大对决又开战了，这次吴师傅来一血前耻，却遇到天兵小鱼后来捣乱。目前战绩1-0，拿下3胜，就把这一桌主厨奖带回家。两位代表吴秉成师傅、张继勇师傅。复仇者联盟来了，复仇军剑卷，夏威夷五味中卷。怎么办？我现在也会不会啊？出不来，我觉得好像比生小孩还难。没有，切这么小，你不要再切。小佑。来，我这边洗抹布，洗抹布，洗抹布。我觉得切丁好难，请要不要求救啊？师傅帮帮我！然后把这个炙烧的倒上去，以后放在里面拌匀之后放进去里面，先放鲑鱼卵炒过的蛋，再指定一次，指定什么？五花如意蜜汁烧肉卷，韩式泡菜五花汉堡。那为什么是这样？你吃这样吧。哥，你不用急，你去开火，你去开火，我连开火都不会放下去。那我来办，我来办。办好了啊！怎么办？没有工作了。哦，原来你是这里的小优啊！你才小优，你全家都小。最后一个，师傅准备。师傅好帅，师傅。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。好漂亮，漂亮了。哦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